小胖评论，想让小胖挑战一天只吃四川美食，虽然很辣，但是为了你们，我答应了。我还没答应呢。我什么我？我说行就行，安排早饭给小胖来一碗酸辣粉。酸爽啊！到了中午要吃饱，就给小胖来一个四川牛油火锅。哎呀啊！太辣了。到了晚饭吧，就给小胖来一个四川特色钵钵鸡。今天吃的真是太辣了。